法会即将开始，手机请关机或调整为震动静音模式，谢谢大家。佛宗台湾雷藏寺，不动明王，护国息灾祈福，增益敬爱，超度护魔大法会，法会开始，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迎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仁波切及上师团与会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心咒，钟鼓齐鸣。
声心里吼，咚咕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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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心里吼。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上香。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即十方三世一切佛，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甜心散音，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甜心散音，三拜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甜心散音，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众请就坐，首先让我们欢迎尊贵的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上师，也欢迎仁波切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贵宾、同门及善信大德前来护持法会。敬献哈达，与会大众虔诚合掌。我们请莲来上师代表与会大众，向圣尊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高敬意。请莲哲上师敬献哈达，请世尊传授不动明王大法。
手结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注定放光加持。恭念根本传承上师心咒长咒七遍，祈请传承大加持。Om Ahom Guru Be Ahe Sasamaha Lien Sen Siddhi Hom Om Ahom Guru Be Ahe Sasamaha Lien Sen Siddhi Hom Om Ahom Guru Be Ahe Sasamaha Lien Sen Siddhi Hom Om Ahom Guru Be Ahe Sasamaha Lien Sen Siddhi Hom Om Ahom Guru Be阿呵萨萨玛哈莲生悉地哄 Om Ahom Guru Be 阿呵萨萨玛哈莲生悉地哄 Om Ahom Guru Be 阿呵萨萨玛哈莲生悉地哄。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恭请圣尊金刚临除结界加持书文报名表护摩木及贡品。念清净咒 ，Om Shri Shri Maha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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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Om Shatori Shatori Shamori Shamori Soha Om Vajradhan Hu Hu Hum Nam Mo Samanto Modanan Om Duru Duru Diwei Soha 念咒请咒 ，Om Ahom Soha。Om Ahom Soha Om Ahom Soha 一心奉请南无真佛宗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奉请法会主尊南无不动明王，奉请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南无阿达尔玛佛，南无五方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真佛宗八大本尊，南无台湾雷藏寺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火天神，南无真佛海会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观想大礼拜，
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阿哄，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音，二拜诸菩萨，嗡阿哄，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音，三拜护法金刚，嗡阿哄，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音，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首节供养印，观想法会供品，花、香、灯、茶、果、米山甘露。山珍海味，奇珍八宝，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上师莲生圣尊，法会主尊不动明王，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一切金刚护法空行，下十六道众生欢喜摄受。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嗡萨瓦达他嘎达伊达姆古鲁那那门扎拉堪尼利耶达耶咪。四归一，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化为大白光灌顶加持。念四归咒：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摩雅，南无僧伽雅。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摩雅，南无僧伽雅。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摩雅，南无僧伽雅。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持咒。嗡布兰哲里，嗡布兰哲里，嗡布兰哲里，嗡布兰哲里。嗡布兰哲里，嗡布兰哲里，嗡布兰哲里。观想四道蓝光化为护法，守护行者及法会吉祥圆满。恭请圣尊转诸名加持。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请圣尊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手印。与会大众唱诵法会主尊不动明王心咒。南无三曼多摩多然瓦拉兰，嗨，南无三曼多摩多然。Namo Samanto Bodoran Warra Lan Namo Samanto Bodoran Warra Lan
然我拉兰嗨南无萨满多摩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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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请圣尊升法王座。恭请仁波切及上师团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法师请上座，贵宾及与会大众请就座。南无萨满多摩多然我拉兰，嗨！南无萨满多摩多然我拉兰，嗨！南无萨满多摩多然。
入三摩地，观想主尊不动明王护摩火行者三者合一，作九劫佛风入三摩地。初定加持八大本尊心咒 ，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g Doling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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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n Mo Ye Soha, Om Jali Jali Janti Soha, Om Jambala Jalan Jana Ye Soha, Om Ah Hu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Guru Be。阿呵萨萨玛哈连声悉地吽，德亚他唵贝卡吉呀贝卡吉，玛哈贝卡吉，拉扎萨摩伽德利耶娑哈。念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恭请根本上师作总回向，与会大众请个别回向祈愿。一心敬礼中央大圣不动明王，一心敬礼中央大圣不动明王，一心敬礼中央大圣不动明王，祈请不动明王加持与会大众。无一切的
外力干扰，祈请不动明王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加持仪会大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逢凶化吉，道心坚固。祈请不动明王尊者摄受所有的弟子能够修法光明，能够成就佛果，能够果位增上，能够光明直胜，能够庄严佛果。祈请中央大圣不动明王护持所有的家宅，护持所有的修行人，护持所有的宗派，护持佛法，以致大家成佛。中央大圣不动明王八大童子及一切眷属，天罗神、在罗神、人罹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祈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祈愿怨敌退散，障碍退散，问加持百字明咒三遍。嗡比萨萨鲁萨玛雅玛努巴拉雅比萨萨鲁迪努巴迪萨这座美宝苏罗嘎玉美宝哇苏摩嘎玉美宝安努拉多美宝哇萨尔哇斯里美布拉雅萨萨尔哇嘎尔玛苏萨美吉达摩斯里仁咕噜吼哈哈哈哈和巴嘎文萨尔哇达达嘎达比萨玛美门扎比兹宝马哈萨玛雅萨罗阿吽毗吽毗萨萨罗萨玛雅玛努巴拉雅毗萨萨罗迪努巴迪萨这座美宝苏多嘎玉美宝哇苏布嘎玉美宝阿努拉多美宝哇萨尔哇斯里美布拉雅萨萨尔哇嘎尔玛苏扎美吉达斯里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和巴嘎文萨尔哇达达嘎达毗萨玛美门扎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阿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二拜诸菩萨，嗡阿吽，
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念，三拜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念，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Om Brin Om Brin Om Brin Om Mani Padme Hum。 法会吉祥圆满，感谢圣尊为我们主坛这一场不动明王护摩大法会。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传法开示。好，我们首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真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的护摩祖尊中央大圣不动明王及八大童子及一切的眷属。师母图登悉地仁波切，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的仪会贵宾是台湾省政府秘书长郑培福先生及韩务珍女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时宜教授及夫人陈文文女士。台南市议会蔡望前议员，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郑申龙博士，中国中所有博士教授团及医护团全体成员，中国中法律顾问周慧芳律师，敬宇企业公司总经理张怡珍女士，中华道教瑶池金母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长郑威先生，台北青云云海宫公主郑和瑞燕女士，马来西亚纳都雷轰义先生夫人纳丁曾美婷女士及千金雷倩小姐，香港律师事务所刘雪贤律师，欢文义律师，
曾小琪律师。萧氏中青联谊会总会荣誉会长萧希詹萧希詹先生及夫人，啊，告诉大家，他是梁朝梁武帝萧恒的后代。中华人民政治协会会议广东省揭阳区政协委员陈俊达先生及夫人，香港知名艺人萧介文先生，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陈泽霞女士，华光功德会总会长常仁上师，台湾区华光功德会理事长李春阳先生，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大圆满九次第喜金刚讲义密宗道次第广论道果及圆觉经制作人莲月上师，主持人莲海上师，My sister 卢胜梅女士My sister 卢国英女士及 Husband， 的感谢利大葛石集团打灾10万元，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啊，唔该晒啊，啊，多谢晒啊，萨瓦迪卡，坎萨米达。斯拉玛香，啊，斯拉玛本丹，欧拉，阿米哥，给给侬木球。啊，谢谢大家的光临 ，Thank you for coming。Good afternoon and normal. Konnichiwa. Ah, 今天呢，先特别告诉大家几件事情。这个第一，那么有人中奖。啊，又有人中奖。他是高雄的啊，高雄。那么他也供养这个，总之有人中奖就对了。
啊，高雄的，高雄哈、哦，他高、哦，他是高雄，这个高雄以前日语叫做他高，他高哈，他高，嗯，是在那个区啊，应该是属于这个海边 那边的区的人，他中了奖啊。海边高雄，高雄有几个区啊是属于海边的。第一个啊，大家知道的啊，高山呐、啊、哈、哦，高山的比较接近海边，还有基丁啊、哦，基丁更接近海边啊，西子湾啊。就是海边，谁要玩啊？较早我们讲谁要玩，谁要玩基丁、高山、岩顶啊，这个前金、新兴哈、哦，这样子连下来的，就是基丁、高山、岩顶、前顶啊、前金啊、新兴。另外一个就是山民，啊，车头遐叫做山民，啊，对不对？对。然后讲了对，因为我高雄住19年，但是回去啊，我已经认不出路，什么路我都不认得，我只知道一个6合2路，啊，6合2路，对吧？6合2路，这个就是高雄最有名的雅琪呀、啊、夜市场，高雄最有名的夜市场。那恭喜这位得奖的啊，得奖的这个高雄的地主啊，恭喜他。另外还有啊，另外还有。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出一个吧。我讲大话，我讲大话，我讲大话，不太可能。我讲大话啊，这总之有人中奖就是中奖，大家很欢喜。像这个。这个新农先生啊，他首先是承认他中奖。哎，我在讲他这个讲完了以后，我下去，哎，新农先生这个打电话过来啊，打电话过来，他说谢谢师尊加持啊，谢谢师尊加持。然后又讲说谢谢师尊啊，这样很感谢的意思。那第二天他就讲说他没有中奖。那他当时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讲说、哦、哇，你中了大奖都没有奖啊，哦，你中了那么大的奖怎么都没有奖，也让我们高兴一下啊，那师尊也不会，你来了师尊也不会跟你要钱啊、哦、啊，他都没有讲他没有中奖。第二天突然电视出来了说他没有中奖。他那个吴宗宪吧就帮他圆了一句话，他起了刘真啊，刘真舞蹈家，刘真很漂亮的哦，他娶了舞蹈家刘真，等于中了2亿啊，等于是中了2亿啊！你们要相信你就相信啊，不相信也就不相信。啊，这没什么好讲的，嗯。另外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签书会哈。哦啊，今天特别改在这个四楼的地方，这个大丹文化的那个
一个广场，那么那边也有导读，师尊文集导读，啊，师尊的文集导读就是每本书，那么有几个上师上去讲，或者是比较研究，他有文集导读，导读完了以后，师尊再签书，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只要不影响时间，都是可以。啊，不影响这个法会的时间都是可以的。第三个，这个法国啊，梅西伯顾啊，梅西伯顾啊，这法国怎么回事啊？法国的这个便利超商的那些小店，寄了一封信给这个秀吉师姐，秀吉师姐，她是负责翻译。我法文书的人，他自己出钱出力，而且他每本书，他是法文哈，秀吉师姐，他人在吗？哦，这边，啊，要恭喜你，这个法国的很每一间的便利商店。主动写信给修基师姐，他说在我们的便利商店都要卖修基师姐所翻译的法文书，每一个便利商店。啊，这是很难得的哦，这种主动要求要卖修吉师姐翻译出来的法文书，这是很难得的。他没有去那个，等于是说没有去宣传，或者是怎么样子。他们看了以后，认为这本书、这些书啊，法文书可以在法国的这个便利商店里面出售。所有的便利商店呢，法国有多大？可见这个秀吉师姐的翻译法文书，法文我当然不懂了，对不对？可见他翻译的法文书是有水准的，是有水准的。那么我们恭喜这个秀吉师姐有这样子的一直那么好的姻缘啊！对，他本人，他先生是一个 doctor。先生是一个医生，哦，那么他比较有空，他是先先牛啦，哈，先先牛，然后一直翻译我的书，一直在出版，一本一本的出版，非常好。另外，增活波业障啊。是很好的一个网站，啊，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啊，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正活中的弟子都能够支持，啊，正活波业障，啊，周慧芳师姐，这个周慧芳师姐她在主持这个正活波业障，啊，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会员。啊，另外我们感谢这个萧氏中青会啊，中青会的荣誉会长萧喜之安詹，萧喜詹先生及夫人啊，啊，感谢他们来，他已经83岁了。但是他还是能够83岁拜佛拜梁皇宝忏，他一样的拜，一样的跪拜2个小时以上。
那么他也会打这个太极，打那个太极拳，哦，83岁了，每天都打太极拳，啊，83岁了，这个很了不起。这个萧衡，我知道的，这个萧衡，梁武帝，他是齐梁两个朝代都是属于萧姓的当皇帝，都属于萧姓当皇帝。那么梁朝就是梁武帝萧衡，他是佛心天子。为什么是佛心天子呢？因为他中国历史的古代一向都是以儒家的思想来治国，也就是孔子的思想啊，孔子的思想，这个儒家的思想来治国的。只有历史上只有一个以佛来治国的，用佛教的佛理来治国的，就是萧衡啊，萧衡。那么他的儿子叫萧统，他有8个儿子，历史上是这样子记载的啊，历史上是这样。那么传下来的后代子孙当然很多。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萧氏宗亲会的，他就是梁武帝萧衡的后代啊，梁武帝萧衡的后代。那么非常谢谢你们来啊，非常谢谢你们来。可以代表梁武帝了。啊，他们也是皈依的弟子，也是皈依的，也是皈依的弟子。当然，中国历史只有一代，这个梁朝。这个梁朝是以佛治国的，以佛治国的。当然他对佛教也有很多的贡献，当初的时候他是建都在建康，古代叫做建康，现在就是南京，他的首都就是在南京吧。好，这就是在首都在南京，就是古代的健康。那今天我们是做的是不动明王的护摩，啊，不动明王是很大的，大家知道。但是呢，不动明王在东密最出名，啊，在东密，东密也就是在日本，日本的密宗，日本的密宗不动明王。几乎所有明王的守卫，啊，他是毗卢遮那佛本身的变化身，毗卢遮那佛本身的变化身，就中央大圣毗卢遮那佛化身不动明王。那我在日本呢，看到很多的不动明王，啊，几乎有很多大庙里面也有。在小庙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动明王，那么我到了这个不动明王面前，我都念这个咒，南无三曼多摩多兰瓦拉兰汉，南无三曼多摩多兰瓦拉兰汉，我都是念这个咒语，都有很有感应，很有感应。我最早的护法，我最早的护法就是不动明王，最早的护法就是不动明王。后来呢，大威德金刚明王有跟我这个接触，那么我就以大威德金刚明王为我的护法啊，事实上不动明王也没有离开我，他也没有离开我，他还是跟着我。
所以这个我的房间结界，我的房间结界跟师母的房间结界，我都是用不动明王啊，我请的都是不动明王。而且我台湾的家，你打开门，你就可以看到我的不动明王站在那里。只要刚刚打开门哦，不动明王他就站立在那里。我家是第一尊，你看到的就是不动明王。那么他的手印就是剑印，我们平时举的这个手印啊，就是剑印，不动明王剑印，不动明王剑印。他的这只手拿着宝剑啊，拿着不动明王剑，那么也生凤凰火，凤凰的火在这个剑的上面。那这只手拿着金刚锁，那么金刚锁呢，它有时候会掉两个法印，有掉两个印，一个法印就是金刚界的法印，一个法印就是胎场界的法印。他手上拿的金刚锁掉两个印，一个就是这个金刚界，一个就是胎场界，所以他是等于是中央大圣不动明王，是伟大的一尊明王。我记得常人上师这个送的这个说金刚明王在那边呢，是吧？不动金刚是在这里，他经常送两尊的，一尊就是金刚明王啊，就是那个不动明王啊，不动金刚明王，一尊呢就是那个慧寂金刚啊，慧寂金刚他经常雕刻的，这是这两尊都是非常的庄严啊。谈到这里呢，我们还要谈到大力金刚啊，有一个同门呢，他打着这个大力金刚啊，大力金刚的经，大力金刚经是佛陀讲的大力金刚，大力金刚经。哎，有这一本经我还不知道啊，我还不知道有这本经的大力金刚经。对，啊，有一本大力金刚经，我以为大力金刚啊，因为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啊，他出现，然后我传这个法，这是大力金刚经啊，大力金刚经。那以后让大家读一读大力金刚经，跟我讲的大力金刚，我没有看过这一本经典啊，大力金刚我不知道，大力金刚有经典，我只知道西藏有人修大力金刚，那么地藏王菩萨把他的大力侍者送给我，我身中有大力金刚，但是我不知道有大力金刚的经典啊。今天大力金刚是有经典的。在大藏经里面，在什么？在大藏经里面有大力金刚经，有大力金刚经的，这是很特殊的。好，那我们不动明王今天做的不动明王附魔，他有九日真言法，另外他有四句话非常重要，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那四句话？
啊，我不能讲错，他的誓愿是见我身则发菩提心，闻我名则断恶修善，闻我说则得大智慧，知我心则寄身成佛。哇，这个是不动明王法当中的誓愿，不动明王的誓愿，非常了不起的。这见我身者发菩提心，闻我名者断恶修善，闻我说者得大智慧，知我心者寄身成佛。很伟大的啊，他有这个有两个童子是随侍，然后有八个童子是他的侍者，一共有八个童子是他的侍者。不动明王很伟大的，他几乎呢做这个降伏的方面是非常有力的。那么我在巴拿马长虹雷藏寺也传了这个九日真言不共大法啊，我比这个九日真言的这个手印，九日真言的手印，首先的一个主要的印就是这个四中五横印，四中五横印。啊，这是四中五横印，五横印，临兵斗者戒阵列在前，啊，就是临兵斗者戒阵列在前。你只要画这个，像网一样推出去，所有的。这个妖魔鬼怪啊，所有的魔怪全部退散。这是四中五横印，我在我的手印里面呢，经常有四中五横印，只是那个是把它分开来，分开来解。我解给你们看。每一个手印，我每一个手印每一次都要做两次，你们看久了你们就知道了啊。我经常做两次。临兵斗者戒阵列在前啊，大家看过我做这个手印吗？临兵斗者戒阵列在前，就是这样子的。另外还有身印啊，懂得身印的是日本的静香上师，懂得身印，他懂得这个身印，他可以做身体也一样有九日真言法啊，一样有九日真言法，然后手印也一样有九日真言法，四中五横印，临兵斗者戒阵列在前，然后把它推出去，所有的鬼怪、泥魔魍魉、天龙、这个好天魔、这个烦恼魔、死魔、这个
五蕴魔阴魔全部通通都退掉的，这个可以做我们这个破魔的方法。破魔的方法，你做切日，比剑印的切日，临兵斗者戒阵列在前，然后推出去啊，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部推上，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大力金刚也有很多的法，可以这个结界，可以洒净，可以清净你自己的身心啊。不动明王也有，不动明王也有，那么他是很凶恶的，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个鬼啊魔啊看到不动明王都要退的。他的脸像我以前做过啊，脸像我下唇咬上唇，嗯，然后一眼瞄目，一眼就是凶目，嗯，差不多是这种姿势了啊。那么他的上牙向下，下牙上上，有两个牙齿是露出来的，非常这个。每天晚上我要睡觉以前，我一看我们家的不动明王，我一看，哇，真的很凶恶，真的很凶恶。然后我又做不动明王的这个结界，不动明王的结界，在美国也是啊。美国的家，我经常我自己的房间、师母的房间，我都做不动明王的结界啊，非常非常殊胜啊，让我们一夜到天亮啊，一切都忘空，什么都空掉啊，非常好。睡眠对于我们结界守护我们的睡眠非常有益处，非常有益处啊。我们知道这个睡眠最重要了，你稍微睡眠不好或者怎么样，那些鬼可以入侵进到你身体里面来，你就变成鬼的宿主，寄宿的主人，鬼寄宿的主人。那你只要好好睡眠，能够睡眠好几天，你的精神就恢复，你可以有力量把那些鬼给他赶走。另外我还讲过一个米衣收煞法，米衣啊，用一个盘子上面铺满了白米，把你穿过的最旧的衣服放在白米上面，然后点三根香，在坛城面前点三根香，你祈求不动明王把你身上的煞或者是鬼给他赶走，然后你把这三支香插在米衣当中，香烧了一半，你就可以把香拿起来，然后丢到这个你的后院，丢到你的院子里面，然后再把这个米往后院里面撒出去，那个鬼就跟着被抛出去，抛出你的身体。这是米衣收煞法，多做的话很有用。小孩子受惊啊，夜哭啊，半夜哭个不停啊，半夜哭个不停啊，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收啊，这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叫做米衣收煞法。米衣收煞法，那你要请不动明王啊，你在他的面前念不动明王咒：南无萨满多摩多兰瓦日那兰汉，南无萨满多摩多兰瓦日那兰汉，南无萨满多摩多兰瓦日那兰汉，就一直给他念，一直念这个咒语，请他不动明王来，
自然你身上的鬼就会收进到米里面，你再把米丢到后院，就等于把鬼摔出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如果有这个有中了这个鬼煞的，你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啊，非常有用，非常有用。你能够用四中五横印，那是最好。那四中五横印呢，你是向外化啊，你自己身体化不到，不会化。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我经常画的时候啊，就会有气出来，那气跟着手就会自动，也就是这样子。每次我画在念，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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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打圈圈的时候是 ，it's OK， 就是完成了 ，finish， 每一次都是五次。啊，很有用，很有用啊！告诉大家，不动明王他的见因，不动明王他的试验，不动明王他的面相，你要观想他的面相，他的右手持着宝剑，生火，全身都是火，这个左手拿着金刚锁，配金胎两部，啊，他的身相。那么咒语：南无三曼多摩多兰瓦日那南汉。另外，他的这个剑印，你如果会比，就是这个剑印，还有四中五横印。另外，你念临兵斗者用画的，用画的。有精神病患，你要这样子做也是可以，会把他身上的这个鬼啊魔啊给他赶出去。再来用米衣收煞法也是非常好的，米衣收煞法。那么有一个解决人家身体的这个病的，也就是我讲过的，以前我也念过这个啊，念过这个咒。你可以先请不动明王治病的，不动明王也可以治病。那么你先请中央大圣不动明王，中央大圣不动明王念他的咒，那个结剑印，结剑印。给他化，一化成江，二化成河，三化四化成剑井，啊，三化四化成剑井，此子非凡子，乃是庐山秀才子，子天天亲，子地地灵，子人长生，子鬼灭亡，然后呢，子病消除。子病消除，再加上一句子病消除，然后你这个子啊，可以碰到那个患病的地方，好像你哪里患病了，喉咙，你就指着喉咙，对，阿达玛一带，你就指着头，阿达玛一带啊，这个，然后这个。哪里痛，这个哪里喝啊，你就指哪里喝，喝就是痛，就是痛啊，一带一带就是日本话痛，也是痛，也是痛的意思。那么哪里痛你指哪里，哪里有病你指哪里，哪里有病指哪里，可以治病的。一化成江，二化成河，三化四化成金井，此子非凡子，乃是庐山秀才子，子天天亲，子地地灵，
指人长生，指鬼灭亡，指病消除。那你请不动明王啊，也是很好很好用很好用的一个法啊。今天教大家法啦啊，你们回去可以当医生啦啊。但是我告诉你哦，这个在按照这个医疗的这个医疗的法律来讲，你不是医生，你不可以给人家治病，你只能用民俗疗法。这个就是属于民俗疗法，你做的是民俗疗法，那民俗疗法是没有什么罪的啊。你如果说哎，我帮你治病啊，你就变成医生，你就变成医生了，当你就是这个冒牌医生。冒牌医生，冒牌医生是有罪的。哎，你没有医生执照啊，你只能用民俗疗法帮人帮别人的忙啊，这个也是很有效的。说不动明王，他本身的功德非常大。那我们讲这个，讲一点道果。这个道果啊，其实都有解释的。我上次已经解释了，这敬礼四种上师，敬礼四种上师。但其实他后面有解释。我想说，我以前这个师父啊，啊，沙迦正空上师传给我道果的时候啊，我当然知道有《道果》这一本书，但是《道果》这一本书里面呢、啊，有目录。我以前拿到目录，我就开始解释了。啊，其实不对的，因为里面还有解释，里面还有更深的解释，所以我就把那个目录不讲了，我就直接好像说讲这个他的解释。他说要敬礼什么呢？这个殊胜的上师乃是指现前一位因位只是上师，因位的上师不是果位的上师啊。所谓金刚界就是果位，胎场界就是因位。那么因位的上师就是说起因，你皈依的上师就是属于因业的因位的上师，他可以教你灌顶、道、见等，以功德之概念分为四，外断真奇上师，内显自生智上师，密显寄生智上师，究竟显真如中诸法极尽真实性上师。等 四种金刚上师。我以前我在我的书里面写着啊，卢师尊啊是大慈明金刚上师。那有一位马来西亚的过去的那个上师，他就说啊，卢师尊是大慈明金刚上师，他自己取一个名字叫做大慈光金刚上师啊。大慈光他才当上师没有多久，他就开始称他是大慈光金刚上师，跟大慈明金刚上师是一样的平等地位啊。他不知道金刚上师有四种，一个是上师，一个是金刚上师，再来就是大金刚上师，再来就是大慈明金刚上师。这是我们国人定的四种金刚上师。他以为我大慈明金刚上师是自己起的，他不知道密教的最高的上师是大慈明金刚上师，所以他起了一个大慈光金刚上师啊。这个上师当然是给他 get out 啊 ，get out， 嗯 ，go your way。没办法啊，对不对？
但明明四种金刚上师，大慈门金刚上师，你怎么搞出一个大慈光金刚上师？那大家也会乱起啊，你也起一个，莲泽上师也起一个，少东上师也起一个，我是大少东金刚上师。啊，大家都来乱起，那就混乱了嘛，就乱掉了。四种上师而已啊，所以他搞错了，不懂密教、哦，给他们当上师实在是很危险的。啊，刚刚谈到这个少东上师，我在上一篇文章里面有写到，这个啊少东。赵少东上师他知道很多在温哥华的事情啊，他听我看到我写这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啊、也就混淆视听这篇文章出来，他说师尊你不知道的还很多呢，我知道的比你更多的多的不得了呢。赵少东说因为是大家是同门，他不好意思讲，他知道的更多，所以赵少东上师他讲，他说他改天会写一篇文章，把他所知道的全部给他写出来。另外，好像是他们没有讲过，啊，他们。有发表也一样发表文章，也是鬼伯那边也发表文章啊，发表文章说从来他没有讲过啊，说这个啊菩提雷藏寺是他以前的家啊，菩提雷藏寺也不是他建县的，他从来没有讲过这一句话。那么有没有讲过？这跟兴隆差不多嘞，跟兴隆差不多呢。首先讲有，后来讲没有，啊、到底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有数。很多同门都听到的，哦，崔丽亚你也去讲了，印尼你也讲了，马来西亚也讲了，泰国你也去讲了，很多国家的我们的同门。都听过你这样子讲，突然之间你否认说你从来没有讲，阿妈喂，我是要听什么人喂？泰国你也去讲啊，泰国的弟子也有反应啊，澳大利亚的弟子也反应啊，他们也听过啊，对不对？这个美国的弟子也反应啊，这个台湾的弟子也反应啊，那你说你没有讲？那谁讲的？那鬼讲的啦，那一点是鬼讲的啊。Only talk， 是鬼讲的、啊，对不对？哎，阿弥陀佛的。啊，五十分钟了，哇，特别吃饭。来讲一则笑话吧啊！有一个人竭尽所能，大费周章，准备一封电子情书，在结尾的地方加了一句：“我做好这份考卷，静待你的录取通知。”啊，然后寄给这个心仪的那个女生。没有多久呢，就收到回复。他的回复是名额已满，名额已满。这个人不死心啊，再问，可以报名下一期吗？啊，这个那个女生就回答，等下一期开学再说。这是笑话啊。好，我们这个生活中。没有名额已满的，没有名额已满的。啊
欢迎大家，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秘法，大家一起来研究，像我的本尊，大家一起来研究瑶池金母。啊，今天我们瑶池金母的这个联谊会的啊，也是会的那个会长在这里，瑶池金母。瑶池金母虽是第一个我相应的本尊，我永远不能忘的。那么第二个是这样子讲，甲对乙说：“哎，我告诉你啊，我的老婆拿走我所有的财产跑了。”这个他的朋友回答：“你还算幸运的，我的老婆拿走我所有的财产，但是她还是不肯走。”啊，这是更惨了，更惨，更惨，更惨！啊，师尊在这里，师尊的法财啊，法秘法的财，取之不尽，啊，取之不尽。你们有本事的，有本事的，你们尽量学，尽量拿。啊，上师门尽量学，尽量拿。那个一般的，就是一法深入比较好。啊，你懂得了一个法，深入以后相应，那么你只有这个本尊，那么一直跟本尊在一起，那么本尊将来一定可以帮你，而且可以接引你，就往生到佛国净土。有一个顾客讲，你们在广告上说店里卖的是100%的混合咖啡，但是这根本不是混合咖啡的味道。服务人员回答：这是昨天跟今天的咖啡混合而成的，所以不叫做混合咖啡的话要叫什么？昨天的咖啡跟今天的咖啡混合在一起的，所以叫做混合咖啡啊，混合咖啡。啊，师尊所卖的咖啡啊，这个永远都是让你能够有味道，而且法喜充满的。啊，可以应用的啊！一个某个地方，一个整形美容瘦身中心，瘦身中心呢、啊，在自家门口的看板上写着：“请不要对从本中心出来的辣妹乱动歪脑筋，她可能就是你的祖母。”哎，真的。所以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有一个女的去找大师啊，去找大师，她说：“大师啊，我怎么办呢？我这么美丽，每一次我在街上走，所有人都对我吹口哨，不然就是尾随着我，啊，不然就是在，好像是说要求跟他做朋友。”我怎么办呢？大师跟他讲：“你呀、啊，端一盆水，啊，我端一盆水，从你的头发上面淋下去。”就，他说：“那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只要素颜，啊，就不会有人在追你。”啊，现在这个
郑生龙啊，这个他是属于这个整形外科主任郑生龙，他以前带一个这个非常美的小姐来给我打点滴啊，我那时候脚伤的时候啊，郑生龙带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姐来给我打点滴，我一看呢、啊，这个小鹿已经死了，但是呢，突然间又活了，就蹦蹦蹦蹦蹦蹦的小鹿乱窜，啊哇，这个打点滴的小姐好美哦，我就想说，哎呀，人家那么辛苦来跑到你家里来给你打点滴，那应该包给一些红包给人家。那个小姐不收的，小姐她不收我的红包，拿礼物给她，她也不收。那我就问郑生龙博士，他说为什么他都不收我们的？他说他就是我的标本啊，这个小姐这么美，她就是我的标本啊。啊，她以前的脸呢？他就郑生龙博士，他就讲，他以前的脸是国字脸，哎，国字脸，四四方方的国字脸，经过他整形以后啊，阿弥陀佛的，变成鸭蛋脸，变成鸭蛋脸，他五官非常的美，非常的美，眼睛就是眼睛，鼻子就是鼻子，啊，嘴巴就是嘴巴。啊，白白就是白白，哇，变一个遐水。他说他是我的标本，我制作出来的。那么我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不敢收你们的红包。可见这个郑生龙博士哦，他的这个整形外科主任。啊，整形外科主任名不虚传了、那么我们其实啊，真正的美是心美，最重要的心要美。你心里面美，你发出来的智慧的光芒，这样就够美了，那是真正的美。Om Mani Padme Hum。好，请大家就坐。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精彩宝贵的传法开示。庆祝师尊出家31周年，下个礼拜二3月7日，也就是农历2月10日，是圣尊莲生活佛出家31周年纪念日。为此，我们准备了一个影片，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超越时空的智慧法海，以彼为桨，红尘摆渡数十载。以书教化，娑婆度众无尽期。莲花童子下生娑婆度众，真佛海会阿弥陀佛曾言，莲花童子度化的众生之多，如我天心片片莲花，无量无尽。莲生活佛卢胜彦堪称是当今文字传法的第一人。如果书是智慧的泉源，那么莲生活佛的文集即是一座超越时空的智慧法海，累积在这些书册中，为佛法保存了瑰宝与提供寻求证悟的途径，希望这些智慧法海永不干涸，能源源不绝地灌溉普罗大众心灵的种子。文艺时期，1967年第一本创作《淡烟集》问世。早在高中时期就开始文学写作的卢胜彦，
作品常见于报章杂志，作品以散文诗歌评论为主，单言集一出版也有诗评，最出名的是《野风》杂志评论说，这在未来季将是一颗闪耀的巨星。莲生活佛的早年生活艰辛，但是这样的日子非但没有让活佛丧失对人生的希望，反而养成忍辱奋斗的勇气与决心，以及一切都能适应的坚强意志。在这段的学习日子当中，活佛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有一个信念支持着我，我活着一定会有用，我活着不但为自己而活，还要对人类的贡献而活。学法时期，莲生活佛一生以敬师为第一，上师是一切成就的根本。当时不仅将自己每个月的薪水全数供养给师父，在求法的因程上更是不遗余力的身口意供养。师尊常说自己所学的法是用生命换来的，得之不易。但活佛不觉得辛苦，曾经写下一句寄语，学法之恩若汪洋，师徒情重念茫茫，细听道显密金章，恰似儿子立父旁。1975年推出了第一本灵书《灵机神算妙谈》，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自此开始，每天平均收到的信约有100封以上，如雪片潮水一般，不但是信从四面八方涌至，人潮也涌入出乎想象之外。1982年移居美国，从此3年的闭关学法，一步一脚印的次第修行，实修实证，直至修持证悟，即身成佛，更立下了慈悲的救世宏愿，粉身碎骨度众生，生生世世在人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以及不舍一个众生。弘法时期，1985年，雷声震响十法界，藏我如来显真如，第一座雷藏寺在西雅图落成了。1979年，莲生活佛出临草屯虎山，见到虎山宝穴时，心中大放光明，当下知道将来台湾雷藏寺会矗立在这里。经过多年的努力，台湾雷藏寺率先成为全国申请山坡地建筑并获得准证字号001号的合法寺庙建筑，更在2007年恭请圣尊主持台湾雷藏寺的落成大典暨十轮金刚大法会，观盖云集，盛况空前。自此，全世界的真佛宗分堂、同修会、雷藏寺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至今，全球已经有40多座雷藏寺，400多个寺堂同修会，由一而生无量。1986年农历2月10号，莲生活佛圆顶出家了。我曾经在沉思中想着，假若亲人离我而去，假若弟子离我而去，然而我终舍不得离开佛法。我把佛法视为无价之宝，是无上的智慧，是真实的拥有，是无尽的光明，是永远至高无上的真理，没有可以比拟的。我见佛得大快乐，见达摩得大利益，见出家得大安稳，我真正圆顶出家了。莲生活佛圆顶出家，将自己的真佛秘法弘扬全世界，
使人们灭除了嗔痴，解脱了人的生老病死，将一切烦恼痛苦完全真实的消除，用佛法真理达到永恒的安静，脱离生死轮回的境界。自1989年开始，活佛经常应世界各国弟子的邀请，云游四方弘法，足迹遍五大洲，举行过无数场盛大的弘法活动，常常有万人皈依的感人画面。我将要再出发，我真的摆脱了一切的束缚。所谓的写作，只是心灵上的一点一滴，是一些缘分的重聚与分散。每一篇文章是随事的创作。至于发菩提心、弘法度众的方式，仍然是不变的。我老老实实的说，天涯行脚就是把真佛秘法弘扬到全世界。由于莲生活佛是一位真正的觉悟者，因此摄召了全球500多万的弟子，而其中更有藏密各教派的活佛、喇嘛道显教法师。白教长老卡卢仁波切说，莲生活佛是当今世界上以华语弘法度众实修密法的最高成就者。1993年，第一本画册《胡乱涂鸦集》发行，初时画笔随意挥洒，自成一格，书画传递禅机与佛法，开启艺术传法的新业。我喜欢画一笔，喜欢墨骨法，因为我喜欢拥有那一刹那的禅机。我自觉人生就是一种艺术，任何一种艺术全在于专一的心念。艺术的特色在于纯真、至善以及美，是真正令人喜悦的觉受。我愿与佛法与艺术结合，画出完美的作品，并与所有的众生共享。隐居时期，我一再的写作，永不停息，就是害怕弟子的健忘，我总是放心不下。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唤起世人的道心，我能救人救世，也能指引你一条明路。你要记得，人生短暂，时日无多，人间忧苦，天涯何处可消愁，不如找我的书。这段隐居闭关时期，各地的弟子仍然不断地请佛注释。2006年，终于在全球弟子深深劝请之下，师尊结束了闭关隐居。出关后大转法轮时期，2008年5月，文字创作数量达到200本。书里面有着灵气，像华盖一样的守护着行者。只要打开书，就产生了法力。我不区别弟子与他人，其实众生也就是自己。为了庆祝莲生活佛创作50周年，真佛波叶藏基金会集结宗派各方资源，为师尊50年的创作量身打造了电子书网站，在2017年的2月12日正式开展，启动智慧光明，庆祝莲生活佛创作50周年。写作
就跟我的修行一样，一直往前走。我天地一比丘，就在千盏灯、万盏灯之前述说誓愿，愿我化为虚空藏，护持正法，于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微尘道场。我天地一比丘，愿六通具足，分身无数，弥布虚空，以无上神力救众生、度众生。虚空有尽，我愿无尽。我因为没有我，所以我也没有苦。我因为没有我，所以众生都是我。我愿意粉身碎骨度众生。我心中的佛不是一颗遥远的孤星，我心中的佛是思念众生、拥抱众生。自世尊出家弘法度众以来，至今宗派已有600多位出家众，500多万个弟子，并有几位往生的真佛弟子已证得佛果。这一切都得感恩世尊的教导，将无上的佛法与智慧一点一滴灌溉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解脱烦恼与痛苦。感恩世尊出家，感恩世尊住世，感恩世尊不舍一个众生的誓愿。现在就让我们恭请我们最最最敬爱的师尊以及美丽的师母一起到台前，请大家掌声恭请师尊师母。让我们大家一起唱出家快乐歌，恭请，也感谢恭祝师尊出家快乐。大家要大声的唱哟，祝你出家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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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感恩师尊陪我们成长，耶！谢谢师尊。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师尊慈悲为我们加持坛城流通处广场开光加持区及同门的佛像法器文物大悲咒水开光加持，并做总加持，大家开心的一起唱根本上师心咒。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
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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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恭请圣尊升法王座。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仁波切及上师团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赐给与会大众不动明王金刚不共大法及九字真言不共大法灌顶。今天的灌顶含皈依灌顶，与会大众请守节不动明王手印，观想不动明王柱顶放光加持，唱诵不动明王心咒。Sure.
Beat.
在前，南无三藐多摩陀耶。
掌声感谢师尊赐给与会大众殊胜珍贵的灌顶。请大家面向坛城，我们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啊吽，观想归地礼拜，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归地礼拜，天心三印。三拜一切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归地礼拜，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吟诗族请就位，钟鼓手请就位，弟子众等祈愿师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出家快乐，也祈请师尊常住台湾，大转法轮，广度众生。会吉祥圆满，恭送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仁波切及上师团，与会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心咒，钟鼓齐鸣。共咕噜莲生西地红，共咕噜莲生西地红。Gong gu lu lian sheng xi di hong,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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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 lu
连声雪地轰，咚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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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弘法人员、贵宾、同门及善信大德前来护持今天的不动明王护摩大法会，法会吉祥圆满。也感谢网络上的同门收看，今天的网络直播就到这里。台湾雷藏寺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